巴巴就係尋日收市之後公布個業績嘅，咁上季個收入咧就係增加9%啦，略好過預期啦。經調整嘅盈利跌咗20%嘅，去到大約198億啦。全年計嘅話，收入咧就係增加19%啦，經調整盈利跌咗21%啦。咁公司就話，因為內地業務啊受到個疫情重大影響啦，就唔提供今個財政年度嗰個財務指引嘅。咁阿里嘅主席張勇咧喺電話會議都有提到，就話疫情衝擊之下啦，咁佢哋各個業務咧產生咗唔同程度嘅影響嘅。四月份咧整體收入咧係有一個低位數嘅負增長啦，即係低個位數啊個負增長啦。咁但係五月份下旬咧見到內地個物流咧就快速恢復啊，咁就係話消化緊之前積壓嘅包裹，咁仲話咧好多商户都正在為呢個天貓618咧做好準備咁樣。咁究竟市場係睇緊個業績真係比預期好啊，同埋係咪有個啲咩憧憬咧？真係天貓618有啲幫助咧？點睇？我諗純粹係炒個業績好過預期，即係你話憧憬或者前景咧，真係好難講嘅。即係其實學你話齋，即係阿張勇自己其實對個前景睇法，未至於話一面都負面啦，但係都不能夠講得好樂觀啦。即係你都睇得到佢個言論係咁，你只不過係即係五月份點解好翻啲？一嚟就真係供應鏈開始緩，即係舒緩翻啦。咁你上海開始局部都解封翻，咁你好多過去積壓咗嘅一啲物流嘅需求或者係嗰啲貨啊，即刻做翻咁一定好翻啲嘅。咁甚至乎嚟緊真係六月份有啲傳統消費旺季，即係618呢啲因素。咁所以你話呢兩個月例牌好翻啲係唔奇嘅。咁但係之後啦，即係我諗之後最主要都係睇住經濟面啦。真係其實因為你主要做電商。甚至乎可能雲煙霧呢啲，其實都同個經濟關聯度係高嘅。咁如果你話下半年個經濟增長係冇而家預期中可能有個咁強勁嘅反彈啊，或者係個疫情仲係要可能突然間困擾得比較耐啲嘅，其實淨係講自身個盈利能力都會有影響啦。咁而連帶我諗最主要睇埋都係啲監管咯，即係呢個我諗好難講嘅。即係大家雖然呢段都幾大機會覺得係放翻輕咗啦，咁但係都係嗰句放翻輕咗。但係唔等於佢哋係盈利翻高增長嘅。我諗成個新經濟個生態圈啦，即係我諗除咗係咪阿里之外，都間間都係㗎啦。即係嚟緊嗰個新嘅發展方向咧，應該係偏向係低增長翻啲。咁所以就算你冇咗監管或者係放翻輕咗，唔係話即時嚟翻好高速啊，3-4成、4-5成嘅增速咧，其實一樣咯。我諗股價唔會話真係好大升嘅。咁所以你話貨前景咧？其實個睇法我自己覺得就冇乜太大改變嘅，都係慢慢即係可能過幾年後先至迎嚟翻一個比較強啲嘅增長呢個嘅睇法咯。咁但係當然今日咁強嘅反應，或者琴晚你見到阿里巴巴美股嗰邊咁強嘅一個反應咧，咁絕對係個業績啦。因為頭先都講，其實即前基本上十個啦，冇乜期望，八個有多啦，都係佢睇得比較審慎嘅啦。咁你見到 Bloomberg 之前嗰啲綜合預期其實都係比較。即係低嘅預期啦，即係一嚟就個 top line 個收入都係預咗大概2000億到，咁而家做到2040，咁其實都係比預期好啦。咁而個經調整後嗰個嘅利潤，咁其實本身Bloomberg 嗰邊預期平均都係跌30%啦，去到180幾億度啦。咁今次係跌24%啊，咁最終又跌197億幾。咁所以你可以話淨係俾個大數，無論 top line 同埋個 bottom line 都係叫好過預期。咁例牌一定係有得夾噶啦。咁而嚟當中好嘅數字，我諗除咗呢啲大數之外咧，特別見到一個活躍用戶數啦，其實 total 就過13億噶啦，甚至乎係內地嗰邊咧已經係過10億。其實呢個係達到咗佢哋之前舊年即係對啱啱過呢年定個目標，其實係做到嘅，即係你可以咁講。咁所以喺個咁艱難嘅環境都達到一啲目標，咁其實呢個都係一啲加分嘅地方咯。咁同埋我諗最大嗰個炒作亦都係雲業務咯，即係其實過呢幾年都係睇住呢個新嘅業務增長㗎啦。咁啱啱過完呢番全年嚟計咧，雲業務係過去13年第一次有錢賺嘅。賺翻11億幾，咁所以我諗幾個重要嘅指標或者係大家睇嘅數字，全部都係叫搣到或者係好過預期嘅，咁自然個股價有翻個比較大啲反應，其實係唔出奇啦。咁但係頭先提到啦，從前景數咗一紮嘅隱憂啦，或者係要留意地方啦，未必一定差嘅，但係留意啦。二嚟我諗都要留意埋就係頭先提到一個數字好重要，就係用戶數嗰邊。當然舊年條數估冇啦，即係13億 total 嘅活躍用戶，內地過10億。咁但係個增長仲有冇咧？呢個係要諗，因為你內地都去到10億樓上啦，其實內地有幾多人啫？係啦，即係差唔多吸化曬啦，冇錯啦。即係你搶極嘅，可能都係搶到少少，甚至乎所謂嘅搶唔係話
真係從其他平台拉咗個客過嚟喎，你只係令到佢可能開多一個啫，即係佢開一個人可以幾邊平台都有，所以未必一定揀你。咁所以我諗論活躍用戶數個增長，嚟緊可能都係會慢慢慢翻少少啦，要睇有冇其他新嘅即係增長點咯。咁所以如果你話貨前景嗰個增速未至話一下子嚟得咁快咧。真係股價不會話好大升，但今日就無疑一定是強啲嘅啦。咁但是如果你話從個走勢上看咧，其實阿里同個恆指好似嘅，你冇啊？即係係啦，一樣。今日咁樣彈上嚟，又是上翻十天眼線線樓上，又是想試緊條五馬天線。咁我覺得阿里一樣咯，你短線未望住條五馬天線，大概95蚊。是不是可以係衝穿埋先咯？咁如果你話即係呢幾日低位鬧咗嘅，咁一定係睇位去食啦。即係頭先就前景始終未悲觀，但係都唔係話非常樂觀。咁但係如果你話一路以嚟壓咗落嚟啲蟹貨嘅，咁其實我覺得其實真係做嘅唔多嘅。即係你講真句，如果你200幾蚊嗰啲揸落嚟，咁就算彈到95，你都係輸好多。即係我覺得呢個又冇乜減下磅，係啦。即係如果你話重貨嘅，咪借震彈去減磅咯。但係如果你話本身都係得一手或者好少貨嘅，咁我覺得嗰啲咪可能繼續揸住先咯。但係如果你話貨呢轉上咗車嘅朋友嘅，可能真係望住95左右做翻個目標會好啲咯。係，咁即係都嗰個水位而家，如果今朝先想衝入就比較少啦。你話琴日揸就話，早幾日揸就話好。係啦，即係如果係前幾日睇中咁就恭喜你啦。